映如他的作品一直都给人一种很温暖，然后会带给你无限想象的一个空间。那在研究所期间，其实我们意外发现我们其实都很喜欢画花草，但是我们对花草的表现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映如他对于色彩，他有自己的叙说方式，那其实他的气质也影响到他的作品。那他可以把一些路边所见我们常见的一些花草植物完全转变成他自己的故事跟语汇，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些利用他的这些构图跟造型，还有就是组装，他其实完全诉说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那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的作品它是一种日记，但是我映如他的作品，它也是一种日记，可是我们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互相去做交流的部分。风格是一个比较梦幻的，像我的画面中会有鱼跟陆地上的花草结合在同一个画面之中，然后展现的是一种矛盾的感觉，就是人内心常会有矛盾感。那我的画面展现的是我内心的想法、情绪，以及也许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一些故事，所以我的画面中会有一些叙事性，像绘本一样。那我的画面中这几幅常常会去表现出友谊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状态，然后以及我在对过去记忆之中也许有情绪的部分结合当下的季节感，所以会有不一样搭配不一样的植物。那细腻的肌理里面，我使用的是比较细的矿物颜料跟水干颜料。那水干颜料会用海绵拍打的方式去有细腻的一些点点的细节。对，那是我呈现画面的方式。生命之中，台中占一个非常大的部分，所以我将台中里面常见的植物跟我喜欢的植物交缠在一起，那象征我在这个台中市里面一个可能努力的一个动力。那旁边会有这个小岛，那也是结合到这次的展览主题瑶草奇花部分，是来自仙境的一些比较珍贵稀有的花草。那对我来说，虽然这些草树上的这些花也许是平常常见的，但是对我来说是别具意义的，就像瑶草奇花一样。我的作品一直都是我生活中的过程、经历、感受，那我把它变成我自己的日记。那画就是我的日记本，那上面的植物还有胶彩，其实它就是我的文字。
那因为日记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私密的，所以我都会赋予这些花草或者是这些物件，它其实就是一种隐喻，只有我看得懂的一个内容。那当然我可以跟想了解的人就是做一个诉说。什么是忆跟梦呢？是因为我的之前有一只养过的很多年的猫咪，它叫做梦娜。那它在离开之后呢，我把它火化之后葬在一棵芙蓉树下。我后来呢，就因为这样子去做了这一件作品。那右手边呢是在世的它的状态，然后呢左手边呢其实是我们家总共有五个人，那包含四个叶子的颜色以及一株花的颜色，那就代表我们家五个人对他的思念以及对他的祝福。